阿弥陀佛，我们中华印经协会做了各种的书，漫画书、故事书、经典 DVD， 推广在学校、监狱、各佛教的道场、海内外所有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大转法轮。所以要感恩非常多的菩萨不断的在关心护持印经协会，也非常多的人不断的来要书 DVD， 到处到数十间庙去推广。愿佛陀的教法满人间，令众生离苦得乐。感恩各位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佛法之旅，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。佛法之旅，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。Hello。接下来请收看《慈悲的眼睛》。